那纸板机都已经在了，哎呀，不，我说都说连嘴巴打开，不用这么大动作了，吹气球你会吹吧？那就行了，我就不相信你吹气球，这样来不会的。不要用牙齿咬它，对。你没吹气出来，好吹了。猜，我叫你一点，长一点，你停在，叫你停一点，他吸收不了。希望你没打开，嗯，吹。 吹，你没吹，你都挡住了，没吹，你都没气出来，你这么大动作没用的，有气它会响的，哎呀，一点气都没有啊！气出来啊！我不怕麻烦的，没响就没气嘛，是不是？没响就没气嘛，没气啊！ 这个是没用的，没用啊！你这样，吹就不行，按那里，自己来的，嗯，按那里，含住吹就行了，嗯，含住吹，哎呀，这断了，你一下子就断了啊！拿出去卡拉 OK 那种劲，不，你把牙齿打开，牙齿打开先，啊，对的，二号，嗯，把嘴巴闭上，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吹。 根本就没气出来，没。好，差一点，老兄，你就这么一点，你把它咬出来干嘛？最后都不要松手，不要松手。现在机会都没有了。对。可以了吗？我看看，行不行？80%可以，我是算有最，我最久，我较久。哦，那你是最久，我最后，我最后，最久了，191了。